今天的讲道经文记载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至十五节。雅各书一章十二至十五节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“胜过试探”，我们一起牧师。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？要我们得救。神不因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要改，要悔改。那么我们信主之后呢，神要我们学习基督一样的成长，一样的模啊。所以圣经说，一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啊。然后呢，跟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做的我们也照做。耶稣就是人的完美的人啊，他在地上所做的就是我们的模范啊，我们跟着做就对了啊。肯定我们人生要成功，就要是跟耶稣基督学啊。所以呢，最终呢，我们是会得到神的冠冕跟荣耀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我们来祷告，主感谢您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非常感恩你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，说我们得救。也在万民当中使我们能够立定赐下恩典，让我们立定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并且也立定学习耶稣基督的模范，学习耶稣基督像神一样的美好。主啊，让我们最后也得到你的荣耀，你的冠冕，荣耀归给主。请你圣灵继续的引导你的子民，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怎么样得胜试探，得胜人生的考验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圣经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。在试探当中，我们每个要面对，试探是多样化的，随时都会临到，但是你忍受它，你忍受它有福了。因为呢，经过试验之后就会得到什么？生命的冠冕。是啊，我们必须要经过这场的考试，人生不断有考试临到，不要怕啊！最终呢，是神呢会冠冕我们，神会荣耀我们。这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。如果你是爱神的人不怕啊！任何事临到你，任何苦难临到你，是要塑造你成为天国的精兵以后呢，就会神应许你会给你冠冕会给你冠冕的。我们在苦难当中。试炼当中，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怎么去面对这些信心的考验，都是信心的考验。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怎么去处理，怎么去过，怎么过这个坎。如果我们中间没有智慧的，不怕，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应当求那后赐以众人不赐死人的神，主必赐给我们。凭信心求，一点也不疑惑，然后就能够得着这个智慧去面对所有人生的百般的考验百般的试炼。当我们会有失去的时候，失去健康，失去财宝失去一切的时候，考验临到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圣经说在雅各书一章九节，卑微的弟兄升高他从贫穷，他成为富裕了，应该喜乐，应该开心贫穷到富裕要开心但是贫穷进入降卑呢？贫穷成为富裕成为贫穷呢？也应该一样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这个花一样。兄姐妹，我们人生有起有落有健康，有不健康，有
有富裕，有也有这个贫穷的时候，有上有下，有上有下，不要太在意，兄姐妹，这世界会过去的，100年之后哈，经常讲，这边的人应该不在了哈。兄姐妹，如果你有耶稣基督哈，很棒很棒，真的，我们有个家在天上，花哈开得美哈，那时候也会凋谢，人也会美，变成老太婆也会，那么也你有财宝，也可能。一夜之间就没了，就负债了、yeah. 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你有耶稣基督就有永恒的生命，有永恒的财宝在天上。我们一起来念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在地上的东西会过去的，真的有一天我们会不健康的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我们会老的，会走的，不怕，我们有耶稣基督，我们有永恒的家啊，永恒的生命，永恒的财宝在天上。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财宝了啊！你有耶稣基督就拥有一切，我们要抓紧耶稣啊！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是活在没有指望当中的。有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得到主的恩典啊，永恒的恩典，永恒的福分。感谢主啊，咱们感谢主，赞美主。试探从哪里来呢？所有的试验是从神来，试探不是来自神啊，清楚很清楚清楚的。这个雅各书第一章13节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被恶试探，也不试探人。所以呢，试探不是来自神的啊。那试探是来自哪里呢？来自我们的内心啊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什么私意牵引诱惑啊。外面有引诱，但是我内心要不要跟他配搭呢？魔鬼在外面引诱我们啊，那么我们的心有没有被牵引？我们的私欲有没有被牵引？如果被牵引诱惑以后呢，就会生出就会呢成了胎啊，就怀胎了啊，私欲就怀胎，就生出罪，罪呢就会长大啊，从婴孩就会长大，一层一层的越加越多，越加越多的时候就生出死来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看见呢，试探哪里来呢？是来自你的内心啊，你内心对这个诱惑有这个感应的时候哈、啊，就私欲就开始怀胎了，怀胎呢就生出罪了，罪呢就会从婴孩慢慢长大，然后呢就会生出死来哈、啊，就会灭亡，要灭亡。就是帮助我们看见呢，我们一定要克制我们内心，所以耶稣说你要舍己啊，你要舍己。你要制止你的私欲啊，制止你的私欲啊，所以我们的私欲不要让它怀胎，真的，不要想它那么多啊。对，那么想出神的心意是怎么样？不要想自己的想法。万圣节要到了啊，明天就是万圣节啊。万圣节英文叫什么呢 ？Halloween。这个节日是从哪里来呢？从爱尔兰那边过来的。爱尔兰那边他们有这个是我们中国叫做中元节嘛，那么外国人叫做 Halloween 万圣节，那天呢就很多人就穿着奇装异服了哈，穿着这个鬼的脸啊什么的哈，穿着奇装异服呢在家里面吃啦、啊、然后呢聚会之后呢就分散到不同的家呢去跟他们要一些食物啊，如果呢你家外面放些食物呢，他就不捣蛋你就走了，如果没有饭哈，哇糟糕，他就来捣蛋你了，所谓的这个 treat or tease， 你 tease 他就不会 treat 你了，他就你给他糖果哈，不给糖果就捣蛋哈，现在呢就变成很多人都说小孩子都装扮这个捣蛋的这个服装，然后呢去跟人要糖果哈，你不给糖果就捣蛋，不给糖果就捣蛋啊，就变成一种很世俗的这种的这个，我们就不要去，我们基督徒不做这个节日哈，这个是魔鬼的节哈，是鬼节，我们华人叫中元节，这个西人叫做这个 Halloween 哈，所以我们不要去哈，不要去做这个，不要，千万不要哈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，有肉体的情欲，有呢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不是从父而来，父那里来，亚基书的2章16节很清楚哈。肉体的欲望，我们有肚腹的欲望，我们想吃东西，我们有性的需要，眼目的欲望，
还有呢，我们的骄傲，就是骄傲来自我们的头脑，我们的这个思想。那么眼目是来自我们眼睛所看到的，会吸引我们。还有呢，我们肉体的需要的满足，肉体的欲望，满足眼目的欲望跟今生的骄傲的时候，都不是来自神的，这是世界上的事情。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，我们要爱神的爱神哈。The love of the flesh, the love of the eyes, and the pride of the life is not from the Father, 不是来自神的。Yes, 我们一定要把它去绝掉。今天我们要看啊。亚当夏娃就是中招了，这三点啊，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跟今生骄傲呢，是撒旦的三招哈，三招招招致命哈。所以这个亚当夏娃呢，是一种致命的。我们看见呢，一起来念：女人念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就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我们看见，那么女人看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果子好做食物就是肉体的欲望，饿了，其他果树都吃了，这当然这棵树上的果子没有吃过，但是饿了，想吃，因为呢这个食物，这个他肉体的欲望是他饿了 ，OK， 他饿了，然后呢他。看到哇，好漂亮哈！野人的眼目，可喜爱的，就是很好看，好看啊！眼目的情欲又有了啊。然后呢，魔鬼说：“使人有智慧，你吃了有智慧哦，啊，吃了跟神一样有智慧哦。”然后就产生了这种骄傲，然后头脑的骄傲，眼目的欲望，肉体有这个欲，有个想法要吃了，饿了，哇哦，在吗？那重。中诡计了，然后呢夏娃就吃了，真的吃了，吃了呢还给丈夫吃，最后呢一起死光光，人就会死了，本来人可以永恒的生命，但是那个永恒是因为失掉了，因为呢人犯了罪了，亏欠神的荣耀，人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就断了，人就开始尝到死亡的滋味，这三个啊致命的啊，一个是肉体情欲、眼目的情欲跟今生骄傲。那耶稣基督怎样能够胜过这三种试探呢？我们来看看耶稣怎样胜过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魔鬼也给他这三招哈，要三招，每一招都要置耶稣为使命哈。耶稣怎么胜过呢？我们今天要重点就是看耶稣如何胜过魔鬼的试探，耶稣如何 overcome 他的那个 temptation。第一招，魔鬼的第一招是什么呢？满足什么？肉体的欲望，肉体的欲望。这招呢，对于亚当夏娃，这个是中招了。那魔耶稣也一样啊，魔鬼也要陷在让他这个试探里面啊，满足肉体的试探。圣灵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，在受魔鬼的试探。这个40天的禁食是上帝设立的，圣灵引到他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，是这个40天的禁食是上帝所设立的。因为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是状况非常高的时候，是属灵生命是非常high的时候呢。所以呢，他知道这个是40天是神设立的，给他要在旷野里面40天来受魔鬼的试探。那么40天快结束了，怎么样？饿了，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他就饿了，有需求啊，饿了 ，OK， 饿了，然后呢，魔鬼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，OK。”魔鬼说：“你有能力啊，你是神的儿子嘛，你就让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咯，没问题，你有能力你就变吧。”撒旦的话听起来很合情合理啊，甚至是一片好心，人饿了就需要吃嘛，你饿了就吃啊，打开冰箱你就吃咯，什么都吃，拿来煮就吃咯，而且自己有能力得到食物，为什么不呢？你有能力啊，你是神的儿子嘛，你有能力了啊。然后呢就是看来合情合理，其实是撒旦的
招嘛，招数嘛，招数就是陷害于不义啊，陷害于不义。第一招是什么？撒旦诱惑耶稣满足自己的肉体的需要哦，你饿啦，撒旦说耶稣你饿啦 ，You hungry， 你饿啦，你要食物啦，你饿了。第二呢，撒旦引诱耶稣怀疑神本性的那个信实，你看神不理你了，不爱你了，你看饿了半死，你已经倒在地上了，快，你要吃啊，你不吃你就死啦啊，你。那神不爱你了，你看啊，上帝不理你了，你的神不理你的，爸爸不理你的啊，然后你吃啊吃啊，你看他都不理你，你看你进食这么多天了、啊、他应该给你吃啊啊，赶快吃啊，赶快吃啊，而且你是神的儿子嘞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自己动手咯啊，上帝要听你的，天父不给你，你爸爸不给你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啊，你就动手吃吧。你变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吧。哇，耶稣看到个石头哇，很诱惑啊。摩比说你看爸爸不爱你了，不理你了，这么多天了，你已经饿了半死了，这个石头你可以变成食物的，你也曾经被把石头变成食物过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的，石头可以吃吧。问题在哪里？就在那问题在哪里，问题在哪里，将石头变成面包对耶稣来说不是难事，对不对？事情这样的神迹不是罪哦、啊、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不是罪哦， No No， 耶稣也把很多东西、啊、把水变成酒啊，这些对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问题在哪里？为了满足自己肉体怀疑神的慈爱跟诚信实是罪哦，在神的旨意之外行事都是罪啊。上帝要他进食几天？40天还没完成哦，快完成了，可能还有一天，可能还有半天啊。魔鬼就施了这个诡计啊！你看，40天还没完成，神的旨意是40天啊，40天里面啊，不能施啊，40天之后才可以施啊。是神的旨意是这样的啊。然后呢，魔鬼说：“没，你饿了就吃了，神不理你了，不爱你了。”你看你饿了半死了，赶快吃了啊！为了满足自己肉体怀疑神的慈爱信实，在神旨意的外面都属于罪啊！罪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满足你私欲呢，那么就不是神的旨意了啊！我们就容易犯错犯罪这样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啊，除了这个祝福啊，还有性的需要，我们懒惰，我们贪睡，我们喜欢喝酒啊，烟抽烟喝酒毒品赌博，都是撒旦诱惑人跌入网罗的惯用的伎俩。为了满足你肉体的需要，无论是这个胃的需要，还有你里面性的需要，还有那个睡眠的舒服的需要，烟酒毒品赌博都是撒旦用来引诱人跌入网罗的惯用伎俩，我们千万不要跌入他的试探里面。好，我们看看回到刚才那个哈，耶稣撒旦对耶稣引诱他满足肉体的需要，你饿了，你该吃了，然后呢他说上帝不爱你了，你看上帝让你饿了都没有给你食物啊，你就自己来吧，自己动手吧。这好像什么呢？一个30几岁40几岁的男生啊，有什么？有性的需要，对不对？有性的需要，对，他需要家庭，他需要夫妻生活。OK， 你需要啊，你有性的需要啊。你看，上帝没给你啊，你祷告这么久，祷告10年了，神都没有给你伴侣啊，神不爱你了啊。第二招啊，第三招，你自己来吧，你自己去找啦啊，上网有啊，有这个网瘾啊，有很多的这个片啊，就看啊看啊，来满足你自己啊。哦，附近也有这个妓院啊，你去吧，澳洲这个妓院是合法的啊，上网有很多啊，你点一下，你有钱嘛，你有能力啊，你有钱啊，然后去做啦，你自己做吧，不用上帝的了啊，你自己来吧，你有需要啊，
上帝不理你了，也是招啊，招招啊，多少毒招啊，弟兄姐妹，看到吗？还有呢，是说，还有是什么？哦，上帝，你看啊、我穷啊，我一生做工啊，都没有赚多少钱啊。啊，你需要啊，你需要金钱、啊，因为你穷了哈、啊，你穷了、啊，这二比二变成我穷了，我需要钱哈、啊，需要钱了、啊。你看，神不爱你呀、啊！你看你做工这么低，这个低这么低低层的工作啊，神不爱你，没有安排个好的工作给你，你找工找一次找不到，你还是个小员工，你看你一生就是穷啦 啊，让你怀疑神的那个信实啊，怀疑神。然后呢，你自己来啦、啊，哎，去偷啦、啊，去抢啦、啊，啊，去做一些不好的勾当，那个你看那些。那些人打响了，他说说说行，你去吧，来吧来吧来吧，你卖个毒品吧，把这个毒品运到这个国家，你就赚大钱了、啊、他会引诱你啊，自己来赚钱、哦、啊，不用正当的方法啊，你看到吗？所以呢，就是魔鬼的诡计啊，各位姐妹啊，魔鬼招招的要置耶稣于死地啊，那招招也要置于我们死地，我们不要上当，真的不要上当。那耶稣如何胜过呢？我一起来念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Yes， 耶稣说 No， 我不按照我的旨意，我要按照神的旨意啊，我要按照神的旨意而活，不要按自己的私意而活啊。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要靠神口中的一切的话，神的话才是我每一天运作的能力啊，能力也。就帮助我们，这句话对于出埃及的旷野里面漂流的以色列人来说呢，是何等的真实。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因为饥饿而干渴而死的，没有，神都供应他。全部死的人都是因为不听耶和华口中所说的话。弟兄姐妹，看到吗？不听耶和华的话就会进入死亡。你听耶和华，神不会让你死的啊，会让你够吃够用的。感恩啊，就是帮助我们看到哈、啊。所以大卫说：“你的言语在我上堂是何等的甘美，在我口中的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啊！”大卫谈到神的话是多么的棒啊，多么比蜜更甜啊，比蜜更甜。Your words are sweeter than honey to my mouth、啊。弟兄胜过他，这个他是什么鬼呢？如何胜过魔鬼呢？因羔羊的血跟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对自己死也不爱惜生命，就给我们如何胜过撒旦的这个试探呢？就是要用神的道啊，神的道三招。第一个是我们要胜过，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。第二呢，是我们呢，这个道，神的话语，神的道。第三呢，就是我们委身哈、啊，委身在神的里面哈、啊，我们委身，甚至牺牲我们的命，我们都要委身，我们要忠心啊为主。让我们看到这三个。得胜这个魔鬼的这个，对，还有就是中间就是我们要有神话语，神话语。我们一起来念：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我很清楚的，如何能够胜过世界，胜过撒旦的这个试探呢？就是爱父。我们要转啊，爱世界，从爱世界转到爱父，爱神，不要爱世界。从爱世界转到爱神，当你爱神的时候、啊、你就能够得胜魔鬼的权柄。耶稣基督他是爱他的爸爸的，是照他的爸爸的话做，就是一个爱神、啊、神照着神的诫命行，就是爱父的表现。当你爱父的时候，魔鬼的招招的这些的都对你没有用处的、啊、不会，因为你是爱神的人。你照神的心意做，你不是傲着你的私欲，私欲被引诱呢，就会生成胎，就会长大，就会死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私欲灭绝啊，你不是按着你的私欲做，没有这种的引诱诱惑的，没有这种的试探的，因为试探是因为你的私欲造成的。如果你是爱神的，你按着神的旨意啊，没有问题的，魔鬼不会在你身上产生任何的这个影响啊。求主帮助我们要有爱神的心，爱父的心，爱父的心，不要爱这个世界。
爱世界呢，就会体贴肉体跟眼目的情欲，就会陷入贪钱的试探里面。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体贴肉体，体贴眼目情欲，就会有贪钱的试探。亚干他贪钱，最后呢，他就跟钱一起灭亡。在这个耶稣亚的时代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，看到，因为贪钱，我们会卖主、卖友、卖身体，最后呢，就会陷入罪恶，陷入死亡，陷入灭亡。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例子，很多很多。爱世界，我们就会体贴肉体跟眼目的情欲的时候，我们会跌入色情的试探里面。色情的试探，你会贪色啊，贪钱也会贪色，这样。大卫他在高顶高的时候，他睡了起来了啊，这个在中午呢睡觉起来以后，在这个房顶上啊，然后呢散步的时候呢，就看到八十八在那边洗澡，哇，这眼目的情欲啊来了，肉体的情欲来了，就霸占了八十八，差一点呢，大卫呢悲惨的被他的孩子差一点被杀掉啊，被杀掉，我看到。他的儿子被杀了，后来他的儿子真的被杀，他悔改认罪，神祝福他再次能够悔改。大参孙也一样，参孙他的大力拉喜欢他，结果参孙这个人呢差一点就死掉，可以死掉，罪带来的成胎之后就带来罪恶，罪恶带来死亡。我看到这些历史很清楚很清楚，是因为他贪爱肉体的需要，这个体贴肉体需要，眼目的欲望，肉体的欲望，结果带来这个，还有网络的这些色情的成瘾啊，我们也看见这些都是情欲的欲望啊，眼目的欲望跟肉体的欲望，我们体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这个落入撒旦的这个圈套里面。当你爱世界的时候，当你体贴肉体跟眼目情欲的时候，就会落在抱怨的试探里面啊，抱怨的试探里面，以色列在旷野里面40年不断的抱怨啊。吃多了也抱怨，吃少了也抱怨，没有水也抱怨，有水也抱怨，天天抱怨啊！这仍然死在旷野不少啊，死在旷野上。旧的一代全部死在旷野，新的一代才可以进去啊！让我看到啊，这个我们看到，就是帮助我们呢，不要爱这个世界，不要爱你的肉体，体贴你肉体的欲望，不要体贴你眼目的欲望，这些都会让你走向灭亡啊，走向灭亡的，就是帮助我们。我们经常会抱怨老板，抱怨同事、邻居，抱怨配偶，抱怨父母，抱怨儿女，抱怨自己的健康，不如人抱怨上帝。Yes， 我看见了。我们如果不感恩的话，不行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会感恩，我们要爱神，爱我们的天父，学会感恩，有衣有食就知足了。撒旦攻不到你的，有衣有食就知足了，没事，感恩哈，不要贪。不要再贪色啊！不要再抱怨了，兄弟们。我们学会感恩，学会学习神的话啊，顺从神的话，顺服他。我耶稣基督顺服神的话，把魔鬼打败了，把魔鬼打败了。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，就有今生的骄傲存在。撒旦就是因为骄傲，要跟神同等，所以才堕落败坏。圣经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哈。骄傲在败坏以前，乌西亚王他很骄傲，他有一天他自己献祭，当祭司自己献祭，即使得了大麻风、爱世界会有今生的骄傲， 会喜欢更加攀比，更加比较攀比， 不及别人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自卑，闷闷不乐，超越别人的时候就会洋洋得意，哇，很骄傲，甚至不可一世啊，会攀比的，这叫攀比的，比较的那种的，这个缺点，喜欢用教训跟口吻来说话，很论断人，就是一个骄傲的人。办事情一定要看到果效，过于看重人，平时做任何事情都表现得好胜好强的那种啊，都是一种骄傲的心态。骄傲的人很容易很喜欢追求人的掌声，不看重神的荣耀，不将荣耀归给神，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看到我在街上祷告好大声啊，法利赛人是这样的啊。然后呢，耶稣说，你们是假冒为善的，
魔鬼第一招就是用肉体的情欲哈，肉体的情欲。第二招是眼目的情欲，眼睛所看的，眼睛所看的，就是走捷径的一个考验，或者说是一个走捷径的考验。当耶稣被领到山上的时候，魔鬼说：“你看，地上的荣华富贵啊，只要你拜我啊，只要你拜我啊，这地上的天下荣华富贵都是你的啊，你可以不要走苦路啊，不要上十字架，地上荣华富贵都是你的呀。”这是魔鬼致命的招数啊！你拜我吧，你拜我吧，天下荣华都是你的啦，你的都是你的了。耶稣说什么呢？我一起来念啊，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也是。我们看到世界很多的魔鬼的招数很多，这个什么黄历啊、风水、算命、祭祖，每一样东西都是要你走捷径啊。你拜我吧，魔鬼说你拜我吧啊，你拜祖宗吧，你相信算命先生吧，你相信。这个风水吧，你相信黄历啊，肯定呢每一天呢你都会过好日子，你照着做啊，你肯定有飞黄腾达，然后你家会富裕。兄姐妹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啊，跟你说呢，开始是魔鬼会给你甜头啊，最终呢他会让你苦，最后下到地啊，就是帮助我们不要上当啊，这是一种捷径，让你啊，然后被让你上当，那种就帮助我们了。耶稣不上当，耶稣说：“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不但是敬拜，还要侍奉神啊，侍奉神也。不但是敬拜，来到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。No， 除了这样不够，我们还要侍奉神啊。找一个机会呢，我们领唱啊、诗集的做一个招待啦，都好啊。牧师啊，哪有地方可以做侍奉的啊？牧师啊，我们不但要敬拜，我们还要侍奉神啊！耶稣说的，求主帮助我们顺服神啊，就能打败魔鬼的诡计啊！不要上魔鬼的当，魔鬼说你去拜我吧，那荣华富贵都是你的啊，只是暂时的，弟兄姐妹啊，最终呢，他使你遭遇更糟糕，再到把你拉到地狱去了。对，魔鬼第三招就是今生的骄傲，今生的骄傲。这种试探主的一种考验，试探主的一种考验。耶稣被带到殿顶的时候，魔鬼说：“你跳下去吧，你跳下去的时候，一定有天使托住你啊。”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这是圣经里面曾经有过的啊，一样。你跳下去吧，神的使者一定托住你的。哇！下面的人就会称赞你，哇，你太厉害了，不会死啊，相信不会死啊，所有人都会死，只有你不会死，哇，好棒啊，你是神的儿子啊，你就是神啊，多好多好啊。然后这一种试探啊，试探来的，试探。所以耶稣知道这一种试探，耶稣说什么？经上记着说，不可什么试探主你的神啊，不可试探你的神。上礼拜我有几个例子嘛哈，如果有人叫你喝毒药哈。在马可福音第16章说，当你喝毒药的时候不会死啊！哇，那你就喝毒药吧，抓住蛇啊，蛇不会咬你，是马可福音是有的啊。那弟兄姐妹啊，不要上当啊，我们不要试探神啊，不要试探神啊，神不救你了啊，弟兄姐妹。那段的经文说，上面要说什么？你要怎么样？你要传福音啊！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地人要害你，害不到你，他要毒药毒不死你，他要毒蛇来咬你，咬不到你啊！因为呢，神保护你啊，神保护你。那段经文在澄清楚，一定要有个前提的哈、啊。给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上当啊，不要自作主张哈、啊，试探神啊，神不会祝福你的，求主帮助我们的。耶稣不受试探，耶稣可以跳下去，可以，但是耶稣没有啊，耶稣不试探神啊，不试探神啊，他知道是魔鬼的诡计啊，魔鬼的诡计，他不受试探，他宁愿走古路，宁愿走慢一点。不要这么急达成那个成就，他需要的时间，他知道他的时间的哈，就是帮助我们看见，那耶稣每一用都是用神的话抵挡魔鬼的试探。我们一起来念：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心生骄傲、
不是来自父那里来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体都要过去，唯独什么生死一的是永远长存。感谢主啊，我们的主得胜魔鬼的三招啊，招招的致命的招，使耶稣基督用什么遵行神的旨意，结果就得胜了。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，神的话才是我们的这个路上的光啊，前面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要有神的心意，我要做我们的前面的领路的，很清楚啊。当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神不会亏欠你的啊。你是一个爱爸爸的人呢，爸爸一定照顾你的，对不对？你的爸爸是一个亿万富翁啊，你爸爸看到啊你施舍穷人，爸爸一定供应你的，不会让你缺的啊。你按照爸爸的心意去做啊，爸爸一定会照顾你的啊。我们爸爸不穷，我们爸爸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当我在地上帮助别人，施舍给别人，神呢不会让你缺的。这是我们奉献的基础嘛，奉献就是要发出去嘛，十块给一块，一百块给十块，一千块给一百块，十分之一嘛。当你给出去的时候缺吗？不会的，因为神看见，神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你嘛。你遵循了神的旨意嘛，神不会让你缺的，不会让你缺的，真的真的，这是我可以体验的，可以体验的。这是我上个礼拜一是我的60大寿嘛。其实这60大寿我没有说要，没有想要自己来庆祝，换奇妙。上个礼拜天，教会帮我庆生啊，也很感恩啊，很感恩。项目给我也祷告，这个蛋糕不是是教会安排的，我突然觉得哎，突然个惊喜啊，那天啊，礼拜一那天呢，那我要去赶鬼，因为我邻舍呢有一个少女呢住去了。他被鬼附了，我要帮助他去赶鬼嘛啊！那一天就没有赶到鬼啊，因为遇到了邻居，他是从 Perth 过来的，那个感恩堂的一对夫妻呢都过来了啊。然后呢，刚好啊，他也是虎年出生，虎年生日啊，他是今天生日，我是礼拜一生日啊，刚好呢就在这个家里面碰面呢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好，那么白天要去赶鬼，结果呢说晚上来，然后我们庆生，就变成庆生会了，庆生会，拉面啊，做拉面，那么哪一个赶鬼呢？哪一个贵妇呢？就是这个孩子啊，15岁的孩子啊，你看看到吗？啊，那天他的心情蛮好的，然后呢，感恩呢是礼拜一啊，晚上就是庆生会啊，庆生会。就没赶鬼了啊。然后呢，礼拜二就是我的生日啊。对，礼拜二才是25号是我生日。礼拜二那天我去医院，量血啊什么的，就是，然后呢就是做一个检测。检测之后呢，我就去戴尼农场，那个袋就是以前我的牧场，我们就是那上一堂嘛，在我认识蛮多人，我就去那边探访的那个家庭进去，哎，又是一个庆生会。这个妇女呢是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，那个女的，她是广东人，同年同月同日，哇，又是春面。那天就是礼拜二那天中午呢又庆生一次，很感恩啊，很感恩。我们看到那一天礼拜一那天呢，他们还是要跳个新疆舞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片段一样。声音，
然后呢，他伤他的妈妈，要杀他的妈妈，然后呢，警察也来了。那个晚上我就回家的路上呢，就先去他的家，大概快到家，快快十二点了，十二点晚上十二点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进去，警察已经在那边了，盘问了，盘问了。后来警察就离开了，离开之后呢，他就跟妈妈谈了，他要手机啊，他要这个。妈妈说 no。我要惩罚你啊，你这样子对我，我要惩罚你两个月啊，不能拿手机，不能拿电脑。哇，他一直跟他要，一直跟他要。我们是看到我们就唱十字架嘛，我就唱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又是我的荣耀，我从最头洗清洁，为靠耶稣宝血，十字架，不断的唱，不断的唱，哦，不得了了。还是到后面去呢，把所有可以摔的东西全部摔掉了，所有的杯子啦、盘子啦，都摔在地上，跑在后前面的摔在后面，摔在前面，摔在地上，整个都是很 mess 很。然后就奉主耶稣的名赶他的时候，哇，他就哇很凶啊，我们几个都抱不住他，用绳子绑住他。然后呢，他抓我，把我眼镜都抓掉，眼镜啊，你看这个受伤了，眼镜，这个眼镜这是新的，你眼镜那个旧的已经没了，你抓了没了，那很凶很凶啊，很凶很凶啊，那天没办法，后来警察又来了啊，又来了，没办法叫警察又来了啊，那天就是让他好好休息啊，不敢了，真的，对我们真的是看到这孩子真的很可怜的。还有求主帮助我们，为他祷告。他叫 Christina 啊 ，Christina， 力气非常大啊，非常大，是十五岁的孩子，力气非常的大。求主为他，我们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为他祷告，希望呢神来释放他，来救他，来救他。或者他有病，或者他被鬼附，或者精神病都行。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康复。大家祈求，大家为他祷告，一起起立。来祝福啊！来为这个孩子来祷告，我们来用礼器来纪念啊，纪念我们一起来开声，为 Christina 庄啊 ，Christina 庄来祷告，就是纪念啊，这个孩子啊，我来祷告，一起开声，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祝福。耶稣基督显现要除灭魔鬼的咒诅，耶稣基督显现要除灭魔鬼的咒诅。主啊，你来要打败魔鬼的权势，现在打败掌死权的魔鬼，奉主耶稣的名捆绑撒旦在 Christina 庄身上的工作，奉主耶稣的名吩咐恶者的权势离开他，主啊，吩咐黑暗的权势离开他，祝福着 Christina 能够健康起来，主啊，能够喜乐起来，主啊，平安临到他，平安临到他们一家，求你怜悯他的妈妈，所以你连于他的一家人，他们都是信主的家庭，主啊，他孩子遇到这样的状况，我们祈求你来做医治的工，祈求你来做释放的工，祈求你来在这孩子身上做工，你怜悯他们，你可怜他们，可怜这个孩子，他对这个撒旦捆绑了很久，主啊，对疾病捆绑了很久，求主来释放他，求主来做医治，来医治他，帮助这个孩子能够健康起来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我们使用我们做神的工，那么有信心去面对这个考验，谢谢主的恩典，谢谢主的帮助，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给大家代祷，来唱诗歌360赞美我天父。